大的一个卖点呢，最大的一个卖点呢，就是这一支 POCO F5 有用的是，最大的一个卖点就是这一支 POCO F5 最大的一个卖点就是这一支 POCO F5 它的是使用，最大的一个卖点就是它，最大的一个卖点就是这一支 POCO F5 是使用高通的 Snapdragon Gen 7 Plus Gen 2。这一台手机的最主要的卖点就是，那这支手机最主要的卖点就是它使用的是高通的7 Plus Gen 2。那这一台手机最大的卖点就是它使用高通的7 Plus Gen 2。这一支手机最大的卖点就是它使用的是高通的7 Plus Gen 2， 跟我们的8 Gen 2 其实没有差多少效能，那真的是价格超级香。